身宫迎来新的一位战神，他的名字叫夺风。生命之水终于到手了，黑寡妇蛛王的蛛丝金线网一份，100亿。恭喜夺风战神，我想我找到办法了。从今天起把轮椅扔掉。咱小区之前跳河的那小伙，你们还记得吧？记得，据说他是因为双腿残疾造成了感情问题。他怎么了？我昨天看见他了。哎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他那腿竟然好了。好了？怎么好的？我听说啊，是罗峰给他找到了极为珍贵的药才治好的。这有什么？罗峰可是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最年轻的监察使，职位比会长还高，连市长军队见他都客客气气的。他现在的身价地位，什么事办不成啊？光看他那架战机就不是普通战机啊，一架得上百亿呢。上百亿啊！所以啊，你们哪怕跟罗峰沾上一点关系，就跟着享福吧。无敌战神罗峰，来，下一个。我可以试试吗？张科，你啊，这队长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加油！罗峰，搞定。合格时间的3.2秒还快了0.12秒。修炼天神屠戮可真累啊，光第二幅就花了我3天时间，不知道修炼第三幅还要用多久。不过这屠戮真的很精妙，99幅的屠戮，哪怕是保持着最高纪录的精神面试，也只能练到第18幅。看来这今后的每一幅图都是考验。金线网，正果，操控金线网最重要的是速度，我目前这种程度抓李瑶还远远不够，而且这种网面积太大了，操作起来阻力惊人，还是得多多修炼。爸，我一会儿有事儿，就不吃午饭了。好，饭快好了。哥，小南来了。嗯。阿华，下午可要好好陪小南出去逛逛。知道了，哥。小峰啊，我今天晨练的时候，不少人跟我说没，到时。妈，我不是说过，别再说这些了。哥，认识认识也不亏，都是很优秀的大美女。哎。这事儿以后再说，不会让你们等太久。我走了。难道？
徐心，罗峰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国？你哥告诉我的。我哥？虽然你的航班会晚点，但我的守候永远准点。你的司机？不是。你好，我叫孙超，你是？你好，我叫罗峰。哦，我听刚哥说过，原来他就是在考场里被题目吓晕的那个高中同学呀。请问你这次过来？我来接徐昕回家。罗峰。哦，那真是不巧。我们自己能回去。徐昕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价值1000万的无人驾驶超跑，我特意将它从亚美利加托运过来的。哎呀，不过这跑车只有2个位子，罗峰，你怕是坐不下了。孙超，妹夫。啊？妹夫。妹夫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，我这是受宠若惊的。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孙超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最年轻的监察使。监察使？战神宫新晋无敌战神，无敌战神也是我宝贝妹妹的真命天子。罗峰，真命天子。我妹妹害羞了，妹夫，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多有冒犯，不过我这妹夫一点儿都不记仇，对吧？我还记着呢。妹夫都来接你了，你快点回家吧。哎，你车呢？开来了吗？哼，以后。我这妹夫有车，有好车。这是？抱歉，我的战机也只有2个位子。这是钥匙，果然很特别啊。走，我们上去。我在飞。天哪，这是王级战机，整个徐家的流动资产加起来抵不上这一架战机啊。我妹夫真是比我想的还要了不得啊。孙超，我劝你不要搅局，惹恼了我妹夫，到时你的战神老爸也护不了你哟。哇，这不是亚美利加最新限量款超跑吗？哇，孙超，原来你知道明天是我生日啊，还特意给我准备了惊喜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老板。
就是这里。罗峰，你还记得你通过准武者考核的那天，我们在这里许下的愿望吗？没想到半年时间，你就到了这个高度，就像那飞向旧世界的纸飞机，飞得又高又远。真怕它飞得越来越高，哪天成了天边的星星，再也抓不住。雪姐，你不是说准备了星光晚餐？星光没有，餐桌也没有。马上登场。一号，这是属于我们的记忆。我等你。许昕，我保卫世界的梦想一直有你在守护，相信我，无论那架纸飞机飞向何方，都会永远记得那个最初的地方，最初的我们。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？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敢表白。过去的我没有足够的实力，怕你跟着我危险。现在的我已经强大到可以保护重要的人。加油！加油！所以，雪心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